么情况？老戴，谁呀？这是？啊。小姨，别生气啊，这种渣男不值得。我刚才不丢人吧？特别大气，我都得向你学习。没事，一直没事。美女，我们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，再见了。傻吧，女。怎么了，大劳模？今天有空请我吃饭？哎，闪开，闪开，闪开，别耽误事。哎，姑，坐下，坐下，别耽误事情。敬业了，我说大老远约这儿，你懂什么？你小祖宗我是一条路走到黑的人吗？这世界上还没有我搞不定的人，守株待兔不行，总得主动出击的吧？那你还不快追去？追追追追你个大头鬼啊！有这么偶遇的吗？嗯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来收集点我男神的情报的。邹凯兴趣爱好也不，祖宗你跟哪儿弄来的？我在这听来的。我跟你说，公司楼下的咖啡厅是所有八卦传播的地方，只要你想听，你什么都能听到。你知道你小祖宗我在这坐了一下午，腰酸背痛，就差腿抽筋了。哎，你说这真烦！这下个月那会计部的小张结婚，非要请我去，我这不去吧又不合适。可是真的，哎，这都到月底了，我实在是不想去。再说，你说我以后一定会嫁特好，嫁到国外去，到时候我到哪儿去请那个小张去？这不亏大了吗？听我说话没有？啊，你听什么呢你？你听，你听。特好听，这不是咱那个邹总老在办公室里放那歌，就那首，特好听。有啥好听的？你去不去？去！你看我妈累死了，我都嫁外国了。哎，两位美女，打扰一下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刚才说邹总喜欢听的音乐是什么音乐啊？一个电影里面的配乐叫《可可西里的美丽传说》。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。哦，是电影《西西里的美丽传说》里面的主题曲，对吧？嗯，对。啊，谢谢啊。那个，你们还没买单吗？我帮你们买了啊。你们慢慢聊。不用，没事没事，别客气别客气，你慢慢聊啊。啊，谢谢啊。还好我收获不小，我已经把我的男神摸得透透的了。我应该重新认识你一下。你答应过我说要帮我的。
行不行啊？怎么帮啊？帮我演出戏，认真严肃地帮我演。你小祖宗我后半辈子的幸福就全在这场戏上。演戏呀、啊？演这个绑匪呀、啊，还是臭流氓啊？就你这小身板，你还流氓？有肌肉吗？说什么呢？我姐，嘘，姐。喂，姐，怎么了？你那太吵，我什么都听不见。你大点声。高大上，怎么了？怎么哭？我现在来。哎，这咖啡。哎，行，我这个宝贝，你帮我说好了，然后记得买单，还有那桌的。我先走了。不是怎么着？不请我吃饭吗？哎，我请客，你买单。什么人啊，这是？喝一杯吧，好，走，再喝一杯，走，待会儿我告诉你啊，换场，啊，换场，嗨起来，啊，好吗？嗨起来，嗨起来，哎，你的包，高大上，我包，你还不如吐车上呢，哎，这是我的车，不能吐，会吐脏的，行，你还是没喝多是吧？对。我没喝多，你太了解我了，我一点都没喝多，我酒量好。哎呦，你给他擦擦，太味儿了。哎，包做垃圾桶，特别合格。说这一天天都什么事儿啊？哎，对了，这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在哪儿碰到的他？我去医院做检查，我就碰见他了。检查？姐，你别吓我，你没事吧？我怀孕了。你怀孕了？不是姐，你怎么能怀孕呢？这话说的，我又不是男的。行了，别逗我了。不是，你现在刚失业，你这个特殊时期你怎么能怀孕呢？你找着工作了吗？姐夫知道吗？哎呦，所以你说你这肚子里怀着一个，你以后找工作那不是更麻烦吗？你还真打算让姐夫一个人的工资养活你们一大家子啊？胳膊肘往哪儿拐呢？你是你姐夫家的呀？哎呦，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不是心疼你吗？这我怕你这负担太大，压力太大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太晚了，我走了啊。哎，你留下，照顾他啊。遵命，你自己注意安全啊，慢点啊，你现在可是孕妇了。知道了。嗯。哎呦，信息量太大，我的天哪！
真不靠谱，太不靠谱了。嗯，谁呀？谁不靠谱啊？都不靠谱。瞧这人呐，啊，搞什么丁克呀？没吃过猪肉，非得说猪肉不好吃，我都不好意思说。这人呢，就得顺着自然规律生活，对吧？到什么时候干什么时候的事儿。老公，知道你这叫什么吗？嗯，职业病。我不跟你讲。来，我现在干劲儿大了去了。我画张图，你知道吗？那是跟打了鸡血一样。以前得一个多礼拜，我现在一天就能画完。所以我告诉你，老婆，别说养活你一个人了，那就是养活十个都不在话下。行啊，还想养十个呢？你想到哪儿去了？我说的是孩子。别臭美了，才不给你生十个呢，你想累死我呀？我不累啊。讨厌。进水了啊！闯这么大祸，还嘻嘻哈哈，跟个没事人似的。老赵在上头都快爆了。